朱婉，怎么是你？朱婉，朱婉不是一直养在别的庄子？大哥如何见过？曾经替父亲给他送过东西，见过一次。哦，原来是朱婉啊！我记得你小时候脑子就不大灵光，难怪这么晚会来金地游荡，被我撞到。 你可有婚嫁啊！敢如此蹂躏慕容家公子的人，这世间怕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。朱婉，回来。大哥，朱婉自幼痴傻，想必大哥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吧？自然不会。不打扰二弟休息了，告辞。